有它的原因，因为它超好看。今天素色，我现在身上穿的是一个超级美的这种橘色，哎，这个橘超漂亮，而且好显气色哦。跟有点南瓜橘，南瓜橘，这个是南瓜橘，然后再来第二个颜色就是素黑色。这个是超级显瘦黑，近很近给你们稍微看一下，有一点点差异性。蓝色，再来就是绿色，再来还有两款是格纹的，格纹一样，帮大家出黑格纹跟蓝格纹，这一款凉到爆，这一款它是做那种超级超级薄的，算是衬衫布，就是它的布料感是非常非常凉爽。薄到我刚套上去以为自己没穿衣服，重点是它不会透，它整件设计很简约，却给人家有一种很温柔然后淡淡的气质感。它是做这种有一点点微斜肩的这种短袖，所以它还是会把你最上方的肉肉根部有做到修饰。这是内抽绳，然后它做了一个超级可爱的流苏，哎，你们看有够可爱，它是这样子超级可爱的日系流苏感，是可以穿到XL，可以可以，因为它整件是宽松，它虽然没有上身跟下身布料没有弹性，可是它整件是宽松，然后我们边边帮大家测试过是可以穿到XL，然后你们看格子也好看耶，而且格子好像又更日系，对对不对，就是这个格子真的是蓝格真的每次不同，像刚刚前面真的可爱，或是你会觉得真的比较清新，这一款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超显白，而且有一种小小的自带质感的感觉。